大家好啊，今天来看一下时代少年团的整体发展啊。他们出道的时间呢是在19年11月23号啊，还没满1周年。来看一下他们的发展啊。我发现这些团体组合啊，就是人数基本上都是冯丹的啊。时代少年团是7个人嘛，团员是7个人。上次我讲的 RISE 呢是11个人啊，TFBOYS 呢是3个人，还有7个的也很多，XO 啦，BTS 好像都是。我的印象当中是7个人吧，那这个冯丹好不好呢？可以啊，也有所谓的那种 C 位了啊，拍照好看了还是怎么样？一个中心点了，讲的没错啊，当然这是一个角度了，反正以这个阴阳的角度来说的话，男生本来就是属阴的，属阳性的啊，那么一个就不是组合了，3个、7个、5个、9个、11都可以。那女生的组合呢，最好是冯双，当然现在的冯丹也有。Twice 他们好像就是9个人吧，反正，基本上这个女生冯双会更好一些。Blackpink 他们就是四个人，Tiara 呢是6个这个吧，反正也是冯双的，因为女生她是阴阳的话，她是为阴性的嘛，所以她是冯双会更好一些，这样比较平衡啊，会比较平衡一点。好，这就不去管了，这题外话。来看一下他们的整体的发展嘛，根据出道的时间啊，19年11月23号啊，他这个8点多吧，反正根据这个时间点嘛，几个局啊，这甲子啊，先看一下这个时间吧，甲子好不好呢？有好有坏，好的是什么呢？甲为第一，子也是第一，那都是第一嘛，争先恐后，争夺第一，好事情啊，凡事敢为人先，第一啊。其次呢，这个地支升天干，这叫宝日啊。第三呢，他在黄道吉日当中，见出满瓶钉子破啊，刚好是除日，除日它就是黄道吉日啊，这个可以啊，你看都是很好吧？那不好的一面有没有呢？当然也有了啊，你这个时辰啊，刚好是时克日啊，刚好来克我，克止符啊，止符代表这种。领导啊，就是最高层啊，这个组合嘛，这最高层，任何的这种团体组合，它必须要投入资源的，广告啊，这种宣发啦、活动啦、冠名啦，类似吧，那它都要有这种活动的，它刚好是有点相克的啊，直符有克着这个日干代表说他们的这个相当于说这个团体嘛，来克它，这代表最高层，你说他当然是想要有。我投入了这么多，赶紧有产出啊！这都想啊，但是这个有点相克，表示说他的这种重视程度啊，并不是特别高啊。相应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是相克的。其次呢，按这个日子来看，甲子是戌亥空亡，这个时辰是空的，空则戌辅无庚，这就有一点点那种怎么说呢？空中楼阁的意思了。按常理来看的话，长这几个人颜值很高啊，年轻。帅气这个我相信他们也有，也是这个努力过，有汗水，各种这个排练都会有，按理说是不错的，但我相信这个相应的来看的话，我认为是要差一点的，就是说并没有这种想象中的那么的好，比如说我这个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寄予厚望，但这个结果可能并不是那么满意为什么？刚才说的这个时干和日干是相克的有相克之意，而且这是复印局，复印主不动啊，又是落空的时落空地这就相应的，这就有一点点这种相悖了和他的这个宗旨，什么是宗旨呢？就是我当然是想要这个，我是老板，我当然想要这个组合能够大火大热，我才能够赚钱嘛这是肯定的，但是呢，相应的他对他呢又。舍不得放出特别大的一些资源，为什么？克嘛，克为管控，感觉，哎呀，培养了那么久了，可以了，你们可以训练去了，去这个做活动了去各种专辑了，搞活动了，当然我讲的肯定是我一家之言啊，可能有的人他的粉丝会不认可，没有啊，他们很优秀啊，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啊，反正你姑且听之，姑且看之吧，讲的不好，反正。就当娱乐嘛，不要过于当真啊。反正我这个来看的话，相应的他并没有取得特别大的一个成绩
没有取得特别大的一个成绩啊，只能说中规中矩啊，就相当于来说的话，你说很差也不会，也有热度，也有这种也比较火热啊，但是相应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好啊，并没有这个期待中的那么的好。好，这是刚才所讲的，然后讲一下这个发展吧。刚才讲的是一个，哎呀，是一个状况啦，或者说一个基础啦，啊，那么看一下发展，啊，今年其实不利的，为什么？今年庚子年，寅腾蛇来克它，啊，这刚好来克制，所以今年麻烦会很多。当然，这个麻烦的话，比如说这个，受影响了，可能受疫情的影响吧。但是这个疫情的话，各行各业都是啊，不是他这个组合，其他组合也有啊。但是这个的话，受到了一些制约的发展，很明显的受到了发展，啊，就啊，受到这个一种限制。按理说他是11月23号出道的，那接下来可能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这到了这个20年1月份的时候就啊，都懂的啊，什么样的原因啊？这个2月份、3月份，你看。这活动受限制，那当然，这所以我刚才所讲的说这个并没有取得特别大的一个这种期待中的结果，就与这个今年特殊的情况有关系，不能够聚集啊，对吧？这个能理解啊，但是这是一方面呢、啊，其次还有的话，他戊家辛为青龙蛇主啊，这个格局一看，什么叫蛇主呢？脚受伤啊，腿受伤啊，就像打篮球，哎呀，这个队员受伤了。啊，这个有伤在身啊，这个也是啊。戊家辛青龙蛇主之相，代表是容易受伤啊，这伤痛病痛，这个会多一点点啊。然后今年的话，整体的话就是辅寅来克制，所以今年是不利的啊。不管它什么样的原因吧，反正总的来看就不行啊。今年，那明年呢？明年辛丑年，丙加戊家辛，哎呦，明年也不好啊。这个不好的话。不是什么大的麻烦，是说，哎呀，这也都不得了的事情了，就是会多一点这个麻烦事啊，或者说为什么麻烦事呢？龙蛇主嘛，啊，青龙蛇主啊，又是天芮星主病伤痛会多一点，问题会多一点，小毛病、小的问题，团员内部会多一点，当然不会像这个什么乱世那种说内部出现矛盾啊，那个人太多了，必然会有一些麻烦。这个的话，七个人，其实我认为这样的组合才七个人才刚刚好啊，五个七个都刚刚好啊，这种组合是没问题的啊。以这个甲子日嘛，本身它就是一个第一的意思啊，争夺第一。但是呢，哎，事与愿违啊，也很帅啊，感觉。不过我看去好像都差不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感觉。好，这个，那当然是为了这个统一的风格嘛。好啊，发展看的话，总的来讲，你说好不好呢？我认为，结果还可以，只能说是中规中矩的一个结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好啊。这第一，第二呢，这个今年、明年问题比较多，哎，今年庚子年嘛，相克。明年辛丑年，戊家辛龙蛇主啊，都不利，所以不管怎么看，这两年都不行了。你说之后呢？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所谓的限定团啊，还是说这个是长久的组合怎么样啊？不管吧，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吧，那至少说这两年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小问题比较多啊。还有这个刚才所讲的蛰伏最高层来克制。可以理解为刚才所讲的，可能资源的不足啦，投入的不足，或者说这个资源就是最高层的决策的失误，啊，决策的失误，这样觉得，哎，做的一些决定，做的一些决策的这种方式不太对，那对他们这个团体的发展还是受到制约的，毕竟他是19年11月份才刚刚成立啊，这正式出道吧，不能说成立啊，正式出道啊，一年的发展，一年还不到。啊，再加上这个环境的因素的影响，自然而然受影，这个哎呀难啊，不管怎么样吧，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啊，希望我讲的不对啊，希望越来越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吧，且看之嘛，姑且看之吧。我农历的5月、11月都不行啊，五月已过，11月还没到。好吧，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大家好啊，今天来看一下时代少年团的成员张真源。已经测过5位了，还剩最后两位。先看一下他是03年4月16号白羊座，
真命局就比较简单了，容易分析。己土生在辰月，辰为农历三月，三月是季春，木有余气，笔记比较多嘛，土比较多，要有木来克。那从小到大呢，走的就东方木运，所以一直以来都还好，比较中规中矩吧。毕竟它这个木呢是没透出来的，相对来说能量要差一些，但是运气还好啊。先看一下塔罗命盘啊，这是一张战车。战车的个性就是争强好胜，运动员就比较适合了嘛，这个在古代的话为将军，如果说这样的，如果运动员也好或者将军也好，比较佛系的，你说他能够从事这样的职业吗？肯定就不行了，有的他这种职业要和他的个性相匹配的，你说一个修行的要争强好胜，就感觉怪怪的，一个这个士兵。他如果说比较佛系，那这个很明显就是那种上了战场就会退缩了嘛。他这个就不会了啊，勇往无前，争当第一啊，个性啊，他是歌手啊，演员，那么从事这种跳舞啊这方面可能会更好一些。我记得这个罗志祥他那个也是战车，就能量比较强，他总会找一个地方去发泄的，所以跳舞合适的。这命局好像，毕竟也还很年轻啊，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这个就，可以说啊，因为这个走木运嘛，所以一直以来都还好。但是具体到某个年份呢，那就不一样了。先看一下介绍啊，这边出道可能说是14年啊，14年是甲午年，属马的年份，甲午年还行啊。16年是丙申年，可能反正这边估计都是光鲜亮丽的，没什么好说的啊。那17年呢是丁酉年，丁酉年还行，因为这个土生金嘛，地支是金，没问题。但是17年它这个丁火啊，本身就是印多，这个偏旺，再见丁火来克的话，那这个就要差一点了啊。当然这个差17年啊，反正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丁火为印嘛，印代表工作嘛，工作就受影响啊，这个意思啊。最差的我认为是18年啊，因为18年是属狗的戊戌年。本身就四个土了，再见两个土，就相当于说再来两个人竞争，这个就不太容易得到好的结果了。不过他哪什么时候组队的？组成 TF 家族呢？还没有吧？19年，15年成为练习生，16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组队的，但是18年肯定就不好啊，因为18年是属狗的戊戌年，有这个。大运和这个月令是对冲的，再加上又是土，变动比较大。17年也有的稍微好一点，这个就看不出来了，这个现在还是学生吧，有没有参加高考呢？03年应该是明年高考吧？03年是明年吗？还今年呢？反正今年的话，今年辛丑年应该还可以啊，变动相对应还好。那去年20年你说考试把职位相穿就不理想了，今年、明年壬寅年，明年比较有利吧，明年去考试会更好一些，虽然说这个本身财会印一般来讲不好，但是它偏旺克一下没关系，这样的，如果今年考的话也还行，毕竟这个它能够把这个丙火合走，那一合的话，相对说把不好的拿走了，我的压力没那么大了。哎呀，这样的感觉，就像我肩上挑了100斤，我拿掉了50斤，那当然还可以啊，这是21年嘛，这个是过去的吧？6月参加高考，高考怎么样？那也没讲呢，这个也没介绍，好，我就不管了，来看一下明年吧，反正明年是壬寅年，水克火，这个没问题呀，2022年壬寅年比较有利。23年癸卯年，所以未来几年啊，我认为都还好，尤其是23年癸卯年，木一旺代表什么呢？木能克制这个土，那代表着这个能量是最为平衡的一个年份啊，这是2023年了，这个好像没什么好讲的，因为过去的反正也就这么点最差的我认为是18年都没有啊，明年22年壬寅年。也还行，现在是农历的甲午月嘛，农历5月，加去，现在是农历6月啊，乙未月，
家畜是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哎，那最差的也有了，今年2021年最差的是在农历的十月啊，因为农历十月的话是这个天地相合啊，那这个就差一点了啊，就今年农历十月大概是阳历的十一月，大概是阳历的十一月份左右啊，反正国庆之后的一个月嘛，十一月份左右的话那就不太理想。那当然具体在哪个方面那得看他做什么吧，如果是在演，如果是演出啦怎么样啦，可能就受影响了，但多数是在公司内部吧。你说就算去上学了、我估计问题也不大、因为财星来合、可能在学业的、一般来讲工作上的一些影响，但绝对是不太好的、今年的十一月份、但影响大吗、影响不大、这个肯定不影响，因为这大运走得好嘛，只是某一个年份、年份当中的月份、是这个差一些。从长相来看，谈不上特别帅吧，怎么拍起来好像是蛮好看的、以这个方面，以这个来看，感觉谈不上特别好看。因为以队伍来讲嘛，因为人好不好看，审美观念不一样。但你整个队伍时代少年团，他谈不上，肯定谈不上是所谓的 C 位吧。但这样中规中矩也挺好啊，发展有潜力啊。我之前讲过的，要有火啊，有啊。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严浩翔。之前看过时代少年团的其他成员，讲的有对也有错，我想还是把整个团都做完吧，求一个圆满，姑且看之。他是04年8月16号狮子座，真命局还是比较简单的，有的确实比较难分析，这个还好。丁火生在申月秋天，坐下卯木，这个秋天的话是金旺水相，金生水，水能生木，木能生火，刚好甲木起到一个通关的作用，而且是正官加正印啊，这样的人呢，也是在年柱的，往往家庭出身还可以啊，但是这个运呢可能差了一点，现在是今年刚刚进入这个甲戌运啊，去年的话还是在这个癸酉运上啊，那个酉和卯呢是相冲的啊，又有这个七杀，这代表什么呢？劳累吧。不过也对啊，虽然这个不好，不是说这个什么惨啊，只是这个过程啊会比较繁琐一点啊，可能不管什么节目也好，或者参加什么样的这个综艺也好等等啊，这个结果可能还行，但是这个过程呢比较累了啊，这么个意思啊。单纯以这个来讲的话，喜木火啊，所以走木火之运就好啊。近几年比如说这个14年啊，他是2014年出道吗？2014年是属马的，甲午年，天干甲木，地支午火，感觉还可以。2017年、这个可能就差一点了，虽然说这边感觉也是有什么样的活动，但是17年是丁酉年，属鸡的那一年，刚好是卯酉冲，而且是两个酉冲一个这个卯木，必然不好、所以2017年、我认为并不顺畅吧，因为他的这个毕竟年轻了，可讲的也就是这些。还在上高中吧，应该。那18年呢？18年是戊戌年，18年其实还好啊。戊土能够克制这个官星啊，这个戌土和卯戌合化火啊，所以18年还行。19年又不好了，因为19年是属猪的啊，己亥年啊，我就大致的说一下好了。因为这个好像反正有的那了解的估计都知道，而且反正这个介绍都光鲜亮丽嘛，我就直接说好了。那2019年是己亥年，属猪啊，天干甲己合，被合走了，印都被合走了，代表有变动有变化呗
这么个像。那20年的子卯刑，可能受疫情的影响吧，我认为啊，20年相对来说，也要差一点吧。到了这个2021年，今年呢，反正过去的已经发生过了。那今年怎么样呢？今年是辛丑年，丑辛戌啊，这个还好啊。虽然说金也是克木的，但是，这个甲木不怕被这个辛金所克啊，至少比去年要好一些吧。从这个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个反正都光鲜亮丽啊。那明年是最好的啊，我认为啊，22年嘛，壬寅年，明年属老虎。寅戌半合火局啊，拱起这个火局，其次这个寅卯半会木局啊，所以啊，2022年是最为有利的。当然现在还没到嘛，现在可能是参加高考吧，应该。不过04年啊，至少明后年嘛，明后年或者是再往后参加这个考试吧，但不管吧，反正2023年都还行啊，23年。要差一点，因为23年它有个合，这个暗合之象七杀，22年还好啊，所以明年比较有利这些我发现啊，这个公司吧，它所在的这个经纪公司好像是 TF 家族吧，看了一下，五行呢可能有缺金啊、缺水啊怎么样，但是唯独它就是不会缺火应该也是找人看过或者说怎么样的缘分嘛，还或者说是。丁卯本身，丁是这个火，丁卯呢是炉中火，甲戌呢是山头火，都是火山头火是什么？山上着火了，大家都能看得到，那代表什么呢？知名度嘛，丁卯炉中火代表作为一种这个比较活跃一个团队的活跃分子怎么样的这么个意思。而且21年开始进入甲戌运，甲戌运是山头火那么28岁之后呢，是乙亥。乙亥还是三头火，所以这个都是火这个当演员确实可以当然他所属的这个可能是既是歌手又是演员讲过的要有金要有火金为歌声嘛，生金它是金嘛，壬申为剑锋金所以这些不得不佩服背后的这个所属的公司都特意挑过不管他是这个。挑也好，还是说这个随机的也好，反正就有这个相，任身为剑锋金，金主声音歌手不过这个当演员好一些官印相生的人嘉靖刚才说的嘉靖还可以好像这边没有介绍没了反正以我的角度来讲，这个好像比之前另外一位要好一些吧，这个比较顺畅吧。现在是农历的6月了，乙未月加去这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这个最怕的是遇到属鸡的对冲，所以2017年是最糟糕的19年是有变化的之后的几年没问题有甲木，就算见这个官杀也好来克，都影响不大所以总的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顺畅吧因为这个毕竟年轻可讲的没什么多少没多少这个。感情的话呢，暗合这个估计是暗地里会有吧，当然不是说现在了，现在不太可能，辛丑年，算了吧，这个感情还早事业发展没问题，今年至少比前2年要好吧，明年最好明年可能不管如果是考试也好，或者说个人发展也好，属老虎对他的这个整个成长都有利，他现在他是团员没问题啊，好吧，大致的讲一下这个，就讲到这里吧，希望他越来越好就，谢谢大家好啊！之前测过时代少年团的刘耀文，那今天来看一下另一位成员宋亚轩，他是04年3月4号，双鱼座吧。来看一下命局啊，壬水生在寅月，坐下无火就是正月嘛，透出了丙火，整个的气势都在火上春天是木旺火相这个来看一下古书上怎么写的正月壬水。外向泛滥，气滞休囚。那么春天是木旺水休嘛？当然休囚了，必须有根则源源不绝，就是说它有源头来。壬水有源头，那有没有呢？有申金就是根金
这个叫灵官陆地啊。还有啊，有物则不至汪洋无度，哈，有柄则春江水暖，凡任水不离柄啊，就是有任水就一定要有柄啊，这叫日干的使用。哎，他说了，有丙火，丙为太阳，这个是水啊，就相当于说长江、黄河。那有太阳的话，那初这个初春时节还是比较冷的，容易结冰的啊，有的还是零下的，真的有这种这个状况了。他出生在山东嘛，这个就体现出出生的城市来了。有的时候说，哎呀，同样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它就有区别啊。有得丙火则晶莹澄澈，什么叫晶莹澄澈呢？水清澈了，第一好看嘛，水清澈那就代表什么？这个水是水质喜人了，水质好看。就代表这个人长相好看，啊，也聪明，水主智慧啊，也代表聪明嘛，啊，什么，庚丙戊三者，其透啊，科甲共鸣啊，这个因为这是古人写的嘛，古人是站在读书人的角度啊，什么最好？读书最好，什么最好？当官最好。其实现代好像也没怎么变化啊，从事演艺事业的能够出头的毕竟是少数，很多都是中下流啊，那他这个能不能成为这种顶流呢？啊，这个其实可以的，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他特殊的丙火日干的使用，那火嘛，演艺界比较好。我估计这个他背后的公司那个老板嘛，也是看人看过的吧，啊，不仅仅是说他唱歌唱得多好啊，舞跳得有多好啊，当然是一方面了，其实还是估计还是应该研究过的啊，特殊的这个丙火啊，有火代表有知名度啊，有太阳嘛，太阳代表高高在上的，代表耀眼的，大家都能抬头都能看到。有知名度嘛，啊，好，命局当中带有这个驿马嘛，引申冲，逢冲则动嘛，这个表示说什么呢？就可能有的是大的转折或者搬家，他好像也有吧，好像是之前是跟着爷爷在家乡长大，后来去了这个广东啊。广东是什么？广东在中国的南方嘛，广州吧，他本来是山东是北方，现在去了这个广，现在是广州吗？反正在广州生活，现在应该是广州生活了，广州为火了。啊，你看，找到了适合的城市、适合的地点，哎，就发展出来了，八字喜火嘛。然后我认为在最好的年份应该是，这几年当中呢，可能是之前的18年，2018年戊戌年嘛，寅午戌三合火最为有利。啊，这边好像，当然它这边显示都是比较光鲜亮丽的，每一年都很好，但我认为18年最为有利啊，18年戊戌年嘛，这个三合火啊，登上春晚。啊，不管了，反正就是比较好的，我认为啊。那么去年应该，哎，这边好像都很好，但去年我认为要差一些，因为去年是庚子年嘛，子午冲啊，当然这个，而且申子辰三合水冲这个午火，代表累辛苦啊。嗯，二零年嘛，也容易受伤啊，这个就没有看到了啊。这个反正我就这么讲了啊，这个可能也与疫情有关吧。2020年，21年好不好呢？就今年其实还行，但是呢，一定程度上它是丙辛合的，啊，正印来合，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啊，当然这种是看不到的啊，但问题不大。什么叫大问题呢？就是别人都知道了，哦，出了什么事情，这是大的问题了。啊，这个还好啊，21年，其实最好的应该是在明年2022年壬寅年，啊，壬水做寅木。刚好呢，制作食神生财是最有利的嘛，啊，所以我认为2022年啊最为好，啊，所以这个事业发展来讲，这个22年可以啊，而且往后的话，也就是这个21岁之后，虚岁21啊，明显是更加的有一个发展啊。但是这样的人呢，往往功名嘛，功名是什么？功名代表名声嘛，古代都是比较重视功名利禄的，所以功名不一定是当官，但是他就是那种人的名声。啊，但是到了21岁之后啊，寅巳生三刑了，啊，那就受影响了。什么意思呢？名声受影响嘛，啊，名声啊，当然这个现在还没到啊，啊，问题不大，啊，以这个发展来讲，他的事业从事演艺行业可以，他其实唱歌也是不错的，啊，为什么？生金嘛，有这个金的存在，啊，金代表什么？从命局角度来说为源头，啊，就是说它的来源，啊，它的来源啊，源源不断。声音为肺啊，啊，代表声音好听，啊，这个可以当歌手也是可以，不过，这个这种表演一类会更好一些吧，那，啊，这种歌手也行，只不过两者取其一的话，啊，当然这个他都会发展，
啊，可能是这个什么演员啦、歌手啦、各种什么活动啦都会有，啊，什么多栖发展啊，它适合的，因为这个主在古代叫科甲功名啊，现在其实也一样，啊，所谓科甲功名，无非就是这个这个人的这个爆红，什么作品爆红啦，啊，或者说这种粉丝啊，这个类似吧，啊，哎，这那是不是有那有没有缺点呢？啊，对吧？当然也有了。啊，不可能什么都好，不存在的啊。那不好的，刚才说了，要21岁之后，2024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也都是有点小问题啊。到了现在应该还可以。那么感情来讲，爱情吧，恋爱嘛，04年啊，必然有的，哈，丙火为财嘛，财为妻、女朋友这一类的，啊，这个可以啊。不过呢，因为这种职业的性质呢。不会讲啊，那什么时间点有呢？今年不太可能，明年是22年壬寅癸卯甲辰乙巳，哦呦，要么就明年呢。当然，这个明年估计是不会公布啊，有也是私下里的啊，因为我测过类似的这种，那 SH 那个什么48的那个，有的就是比较普，它不是特别突出的啊，也在女团里面的。啊，我测过，他就是那个谈了，但是呢不能公布，啊，各种什么公司啊隐藏，如一旦被发现就要罚款，啊赔钱，这个我估计他也是类似的，啊，毕竟是，哎这种职业的特性嘛，好吧，这个就不管了啊，反正这2年发展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哈，那么最好的21岁之后啊，这叫机遇与挑战并存，啊，因为这个2024年之后了。那明年可以啊，明年比较有利，代表什么事业发展，或者说各种通告演出会多，啊，这长得好看的啊，也比较漂亮的，啊，这个可以形容男性的，比较漂亮的，啊，就刚才那这个古书上写的，啊，比较清澈，嫩水清澈了，比较干净，这干净人脸长得干净，也比较聪明啊，我估计这个将来应该还没高考吧，高考也会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好吧，就讲到这里吧。啊，希望他越来越好。啊，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比较顺畅的就没什么好讲大家好啊，今天来看一下马嘉祺啊，他是02年12月12号射手座，来看一下他的事业发展啊，现在是时代少年团的队长，看一下命局啊，甲木生在子月，坐下寅木啊，日干偏旺的，生在冬天要有午火啊，起到一个调和暖局的作用，冬天火嘛。不足的点呢，在于子午相冲啊，还好是地支是寅木，如果说是甲子，那完了啊，那基本上没什么成就了啊。寅木能起到一个寅午半合火局之象，它不至于说一冲就散不过去年2020年，今年也是如此啊，可能去年20年以及今年呢，就这个丑午相害，去年是子午相冲，而且呢刚好是一个大运流年的交接。啊，也就是21年嘛，21年刚刚是进入这个甲寅运，这会有什么变化呢？第一，这个人的心态啊，可能事业会发生转变的，最直观的就是人的这种午火啊，是这个一被冲的话或者被害，那就容易受伤啊，身体受伤。你说生病了这个不至于啊，因为这个甲寅嘛，没有官杀啊，这个当然这个就算有这个壬水化泄，所以不至于生什么。这种病，一般来讲是伤痛居多啊。再结合他是这个歌手、演员这一类啊，本身确实容易受伤的啊，这样的人啊，那么20年更加明显一些。当然，这个受伤不是说哎呀这个手碰到一下，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点的啊，手脚啊或者说肢体方面啊，20年可能是这样吧啊，这个我不是这个特别关注啊，就是不是很清楚。啊，这边应该也不会显示吧？都是光鲜亮丽的啊！11年参加什么比赛，获得什么奖项啊？13年，所以11年就开始出道了嘛。啊，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当歌手啦，啊，当演员啊，参加各种节目都获得不错的一个成果。哎，确实啊，走的是因为是以午火为用嘛，癸丑的话，水生木。好的话可以理解为这个
他能够获得这奖项，印星代表是奖励，也为奖励一类的。啊，但不足的点，或者说如果换一个思路来讲，它也是缺点，啊，代表学的东西很多，会很累啊，啊，你东学一个，西学一个啊，一下子学这个琵琶，可能一下子又学这个吉他啊，当然这个是不是这样我就不清楚了，只是说一般的人如果有这种命格，他就产生这样的这种情况，啊，可能要学这个音乐，之后可能学舞蹈等等，学得多那就劳累啊，而且又是甲木啊。这个见水地支又是水，水多木飘，什么意思呢？飘荡，四处飘荡，那就奔波嘛。虽然不见马星啊，有的时候啊一定要见驿马才能奔跑吗？不是，就是这个因为工作啦，因为事业的缘故呢，反正各种各样的缘故吧，都会这个到处跑动，可能是因为要拍戏吗？拍过什么戏呢？这个不是很清楚啊，没关系啊，姑且看之吧。然后反正一直以来一八年什么都是这个各种奖项，各种参加各种活动啊，19年组团啊，组成时代少年团啊，学习电脑，确实因为学什么都比较快的，这倒是真的啊，因为这个有月德贵人，月德这个德是这个这种不是说道德，而是一种德道啊，水代表硬，硬代表想法，也代表知识，也代表这个文化，水来生它，所以这个学东西确实快，所以可能学的也会比较多一点。那一般的人可能感觉累啊，啊，甲木嘛，水生木，木旺相，啊，这样的人一般来讲不会太胖哈。啊，这个当然，这他们是演员，肯定也会控制这个这种身材了啊。只不过从这个来看的话，一般来讲不会特别的说这种一吃就胖啊，这个不太可能啊。好。然后熬一年啊，又是什么表演第几名？第六名啊。好，这个没了，来看我自己讲吧。那么他的事业怎么样呢？早些年包括现在，现在还可以啊，因为今年刚刚进入甲寅嘛，虚岁20岁啊，现在啊。那么往后看啊，这个30岁之后可能要差一点，为什么？因为甲到卯为阳刃啊，阳刃的话就代表出问题了啊，这种过犹不及嘛，也叫地旺啊。但这个还没到啊，现在还刚刚进入这个甲寅，还有10年大运可以走嘛。那今年辛丑年，丑午亥，刚才说了20年和21年这2年之间的身体受伤，一般来说肢体受伤的可能性更高一点啊。这第一，第二呢，这个以他的这种发展来看，你说是肯定还在上学吧？估计也会参加各种。各种节目啊，综艺也好，或者说电视节目等等吧，好不好呢？可以啊，这个没问题，中规中矩，你说差也谈不上差啊。你说这个哎，这突然间爆红啊，出演什么剧爆红，这个得结合年龄这个年份来看，那到什么时间点呢？25、26年这个倒是可以啊，乙巳25啊，这乙巳啊，丙午丁未年，25、26年这种年份，现在是21年嘛，所以还没到啊，不过也正常。啊，慢慢积累嘛，一个学习的过程。甲到寅为灵官禄地，为福荫之相，就表示什么长期的一种保持平稳的水平啊。你说他很好，他确实也还可以啊。最差的其实就去年嘛，20年啊，相对来说差一些啊。不过这个肯定不会显示的了啊。这个因为这命局的话是比较平缓的啊，所以之前没讲的原因在于。感觉太平了就没什么好说了啊，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波折啊，还没到特别好的年份啊，25、26年才是啊。至于说恋爱这种，24年吧啊，当然这个估计也不会公开，为什么？因为它是暗藏的啊，只能说这个24年容易有啊。好，这是简单的分析一下啊，灵官禄地当这个队长确实适合啊，容易得到这个长辈或者说这个灵。应该是公司吧，啊，他们的这种公司啊，内部的一个照顾，长辈的照顾啊，这个倒没什么问题，啊，这种从事这种艺术行业也适合。好，就简单的分析一下啊，希望他越来越好啊，他应该上了大学了吧？看一下，啊，高中毕业吗？应该上了吧？应该水这么多，硬性妄想考一个什么大学应该问题不大的，啊，传媒学院应该可以的。哦，全国第六名嘛，反正这个，应该是大学了吧，啊，好，就讲到这里啦。
大家好啊，今天来看一下刘耀文啊。之前看过时代少年团的整体发展，那今天来看一下个人的。他是05年9月23号，天秤座啊。这命局比较简单，庚金生在酉月，坐下戌土啊，天干乙庚合合化金，庚戌的纳音为拆穿金，所以金很旺。我之前讲过啊，当演员的话要有火，当歌手要有金啊。往往这种金旺的话的，唱的歌声比较有特点啊。而且这个又有将星的存在啊，庚金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之前讲张哲瀚的那个，所以从事运动员这个职业其实也可以啊，或者说他本身的运动能力也会比较强啊，但是他这个也容易受伤，但这个受伤的话没那么严重啊。张哲瀚是因为是星四日嘛，我记得，因为是官杀来克制，这个呢是自行啊，也往往是自己造成的，可能一直。自己不小心啊，哪里受伤，他也容易受伤，啊，这个如果说是运动这一类的话，啊，就算是普通的这个跳舞啊、舞蹈啊，也容易受伤的，啊，不过也正常吧，啊，因为他的职业嘛，本身这个他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特性啊。庚戌日为拆穿金哦，拆穿金指的是古代这个妇女用的发簪啊，当然不一定是妇女了啊。小姐用的这个发簪，所以这种比较受女性的欢迎啊。虽然没有桃花，但是她照样这个被人喜爱吧，因为女性嘛，男女老少啊都比较喜欢，也庚戌日嘛，拆穿金的缘故啊。按发展看的话，怎么样呢？一直以来都还可以啊，但去年其实不算特别好啊。去年是庚子年嘛，子未相穿啊，当然这个已经，哎。已经发生过了。那今年怎么样呢？今年是辛丑年，今年其实不太好的啊。先看一下之前的吧，大概看一下，我也没怎么了解过，因为很年轻啊，05年出生的，今年虚岁也才，这个17岁吧，啊，虚岁来讲17岁啊，这个啊，他是，参加选秀出道的吗？啊，这算了，不去管了。17年丁酉年嘛，啊，18年戊戌年，还可以啊，19年。啊，运动能力应该很强的，没有的吗？应该还好吧。啊，身高是，这都，算了，没就算了。这个运动能力比较，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因为金旺相嘛，又有这个将星阳刃的存在，在古代来讲是这个当兵的，啊，在现代那不一定是当兵的了，那多数是，可能是。比较好动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呐、那今年过去的，反正了解他的，就不来，估计都知道了，就不来多看了啊。那么今年怎么样？今年不太好啊，不好的原因在于，当然有好的一面，尽量不好的嘛。因为丑戌为三刑，刑的话就容易出问题。那哪方面呢？05年应该不至于上大学吧？可能还是高中啊，因为按照年龄来看的话，虚岁18，可能还在上高中啊，这个。那结合的环境嘛，比如说这个，在个人的学业上啊，可能受点影响吧，啊，希望没有啊。然后呢，这个三刑，刑的是这个代表是内在的不开心啊，而且这第一啊，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工作学习上的啊，这第一了。第二呢，也代表也能受伤，受到一些伤害。但去年受伤的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去年是庚子年嘛，子未穿啊，未土受伤嘛。那今年是三刑。多数是内在的心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状况呢？心负担比较重一些，不管年龄，什么样的年龄，20岁也好，30岁也好，甚至60岁也好，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所以今年的这个烦恼会比较多一点啊。三刑嘛，也代表说这个负担会重。当然，你说好的一面有没有？也有，因为整个的气势都在金上嘛。那这个今年这个土生金旺相，那么它表示什么呢？可能这个比如考试升学啊。这一类的可能会更好，应该今年没高考吧？这个，但是这个压力会大一点嘛，课业啊，算了，这个不去管了。按发展来讲，今年好，可能这个不好的一面应该也能感觉得到，或者说这个了解他的人应该都知道，印星嘛，代表是他的学业方面，或者说在工作当中会有一些麻烦事啊，但不至于什么特别大的那个冲突了。那么按将来这个发展怎么样呢？会不会这个无疾而终呢？可能平平
碌碌无为呢？还是说这个还能进一步的发展，有大的提升呢？其实还可以的。他当这个歌手啊，虽然说当运动员可能，哎，算了吧，容易受伤的。那当这个这种唱跳跃类的，好不好呢？跳舞啊，舞蹈啊，这可以的。啊，筋代表是一种好动的啊，根须嘛为拆穿筋，筋也代表动态的啊，动态的代表什么？跳舞啊，当然好了，啊，发展没问题啊。恋爱的话其实也可以的啊，乙庚合嘛，合进来了，啊，代表什么受，这受欢迎是一方面了，最主要是这个女性的或者是女朋友的支持。那你说现在肯定没有啊，今年的辛丑年更加不可能有了啊，只是将来的话，不管找谁跟谁在一起，女的都能够支持他，哈，这好的一面吧。那明年反正今年的话相对来说相差一些啊，这个差的话，可能别人还，只有亲近身边的人才知道啊，负担会大一些。今年的知名度会怎么样？知名度更高吧？比如参加的活动啊、通告啊，也会增加，当然人的负担也会重一些啊。相辅相成的，不可能什么都好啊。那么，20年刚刚进入癸未嘛，接下去壬午运，壬午运也行啊，天干见水啊，因为这个金旺见水的话，这叫时常泄秀啊，代表什么？这个个人的比较自由了。26岁之后了，那么在这个还早了，在此之前呢，还行，今年相对来说差一些啊，可能就是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吧会出来，不过也正常啊，这个演员嘛，歌手啊，这个演艺界的人士有一定的这个负面也正常啊，所谓黑料黑粉恨，哎，今年会多一点吧，好吧，只是简单的分析一下啊，他当歌手可以的，主持人也行，跳舞的可以。拍戏啊，就这个就可能就不太好了，啊，这个，没办法的啊，不可能什么都好的嘛，好吧，这简单的分析一下啊，这命格的话最是比较简单的，那么，过最差的是去年了啊，不已经结束了，那么22年怎么样？22年壬寅年，天干壬水啊，可以啊，22年是食伤泄秀，组合没问题，啊，今年最差的是在农历的这个。4、5月吧，啊，尤其是5月的时候啊，现在是辛卯加戌壬辰癸巳甲午月嘛，啊，算了，是希望没这样的情况，好吧，只是这个简单的讲一下，希望他越来越好啊，歌手适合的，哎，长得也帅啊，庚金嘛，金主白净，哈，当然这个可能是拍的滤镜什么，反正应该比较金代表白色多，代表皮肤白嘛，长得可以啊。好啊，适合偶像，适合当偶像，哈，这挺好。大家好啊，今天来看一下贺峻霖，时代少年团的成员啊。他是04年6月15号，双子座，这命格比较难分析的，本来是不想看的，但是之前已经讲过6位了，一共7位成员，我想还是把整个团讲完吧，求一个圆满。可能讲的不是很对，姑且看之吧。乙木生在午火之月啊，夏天坐下丑土，这官杀也重。丑土能耗泄，这个土生官杀，这一点呢就可以理解为有官，算是克泄交加，就不太容易分析毕竟年龄还小，04年嘛，18岁还没到我还未成年，但是有一些特点还是有的。乙丑日，今年是辛丑年，我也是乙丑日，所以深有体会，这种在身体上可能要差点身体素质。比如我今年的话，我自身的话，我之前讲了手莫名其妙的痛了，他这个人也容易有这样的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发生不是说一定手了，可能其他的一些什么疼痛也会有，因为这个今年是七杀，它就有，再加上日干是偏弱的，更加明显一些，而且今年刚刚好进入壬申运西方金地，官杀重，再加上丑午相害，所以身体呢可能。会体会比较明显一点。有的人说所谓的事业好不好，这个就不太容易看了啊。所谓的流量这种不太容易讲，但是身体的话，我认为就受影响。今年辛丑年嘛，跟我一样的，七杀出现，就小毛病吧。然后去年好不好呢？去年是庚子年，子午相冲啊，也不理想啊。这月令被冲啊，时有九凶也不是很好当然。这个肯定不会，
这边肯定不会有说哪里不好呢，都是光鲜亮丽的，因为日干片落的嘛，主要讲一下他的事业发展嘛，还没，应该还是高中吧，还是04年是高中吧，没了，什么05年参加04年，出生，16年就有各种参加比赛了。然后好像是都比较顺畅的啊，不管了，这接下来我再来讲好了，以他的来说的话呢，你说他一帆风顺呢也谈不上，毕竟这个丑未相冲啊，现在呢刚好换运，代表变动，20年子午冲啊，今年更加明显，身体也差一些，以我为例吧，这个手莫名其妙痛了，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部位，这个只能他的粉丝知道了啊。我就不清楚了，以事业来说的话，走的是这个北方水，这个西方金啊，金生水旺，水为印星，这个学习应该还可以啊。当然，这个好不好呢？平常人可能不知道，只能以这个某场重要的考试，什么中考啊、高考啊这一类来这个，别人才能够知道啊。但我认为学习能力还可以的，明年、22年、23年都是印星旺相，所以考试方面应该不用担心啊。本身也比较这方面比较重视，不是那种贪玩的人，因为正官嘛，比较守规矩啊，中规中矩吧。当他是这边说是既是歌手又是演员了啊，当然是歌手肯定是有的了。当歌手好不好呢？因为夏天的缘故，夏天是火旺金时，金我之前讲过了，金代表声音，声音受到制约。你说声音多少美妙好听，可能谈不上，但这种呢，往往是有特点吧，可以理解为声音有特色。这个，不缺乏啊，中国嘛，应该是整个这个娱乐圈嘛，应该不缺乏这种声音好听的怎么样的，而是缺乏啊这个有特色的，有没有特色呢？啊，肯定有特色，特色挺好啊，所以这个以事业发展来讲，今年差一些，丑午亥，去年也不行，这个这边的经历都是好的啊，就不来看，反正不来多说啊，但是以这个命格来讲。今年的话，丑午亥又是七杀身体，刚刚说了第一个，第二呢，这个麻烦事也多啊。当然，今年应该不存在有什么考试吧？那么中考、高考吧？高考没有，中考呢？他现在是这个，哎，没有吗？那说明还是初中生啊，还是这个初级中学。那明年后年这个应该参加这种考试，应该没问题的。而且带有这个文昌星啊，这个学习就不用担心，主要讲他的事业发展嘛。那么今年呢，刚才说的不理想啊，我认为不好啊。虽然有各种表演，有各种这个演出，差一些。明年可以，22年、23年都行，这个好像毕竟年轻嘛，没什么好讲的，学习能力应该还好啊。感情的话，算了吧，还在讲这个太早了，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他可能形态吧，可能明星也有这个形体上的要求，饮食上有克制，就算他没有这种克制也是瘦的，这种命格就不太可能胖，因为丑午亥，丑土，土为这个脾胃，吸食功能就差，就是瘦，挺好啊，演艺界嘛，瘦是正常的，反而是好事。还有，讲一下名字吧，贺峻霖，他是属猴子的，猴子进山林，山中称大王，可以啊，从名字学的角度来讲，没问题。第三个字呢，又是鱼又是林，但可能也找人看过吧，热带雨林嘛，这个意思啊，因为是夏天生的，热又雨，热带雨林，猴子在热带雨林当中能够生活，挺好。结合这个生肖嘛，再加上偏弱，就希望有水啊。日干是乙木嘛，有这个林是树林的意思，树林是大树啊，往往是大树啊，或者说这个参天这种，参天树木啊，那么小草就得以依靠在事业方面也挺好这个而且第三个字有水嘛。水为印嘛，印代表学习，对他的学习也有好处。
这名字也还可以啊，应该早点看过吧？啊，不管有没有吧，都挺好啊，这名字取得还可以的，小铃铛啊，别名啊，铃铃啊，哈，一个语中藏龙啊，龙是什么呢？龙和这个猴子是三合的，所以这名字起得还可以的，音乐嘛，可以啊，所以。23年都很好啊，今年差一些。现在是农历的这个乙未月，加去丙申，哎呦，下个月可能要差一点，啊，就是8月，这些差不多8月份吧，阳历。就简单的分析一下啊，因为这个毕竟04年嘛，好像这没什么好说的啊，希望它越来越顺利吧，之后等过2年再看也一样的。大家好啊，今天继续来讲时代少年团，来看一下丁程鑫，他是02年2月24号双鱼座，跟我同一天啊。来看一下他的事业发展吧。癸水生在寅月，坐下亥水啊，有4个水啊，比劫比较多。初春时期要用午火，刚好形成一个伤官生财的格局啊。虽然不透天干，但最起码地支也有啊，这也挺好啊。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水太多了，必然克午火。啊，午火为财，它是在父母宫，代表父母方面就不是特别好了，啊，一般来讲就是赚钱辛苦嘛，赚的是辛苦钱。你说他的这个家庭条件特别好，啊，可能性不大啊，不像其他的队员可能家庭条件都还可以，他这个比较的就相比较就一般了，啊，当然随着他的这个成长，我估计肯定家庭会有所改变嘛，个性呢水比劫多嘛。为水，癸亥为大海水啊，水主智慧，很聪明啊。但是呢，水是无形的啊。从年月日来看的话，是无没有土，也没有金啊。可能这个时辰当中有土吧，所以名字叫做丁辰星嘛，这3个金嘛为星好不好呢？可以啊，这个有利于学业吧。那如果说这个都是水的话，那它的这种就不太稳定，经常流动。啊，水主流动性啊，那也代表什么呢？水是无形的，你说它什么形状呢？没有啊，方形的、圆形的，不知道它在什么容器当中，它就是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那么领导就比较喜欢这样的人，为什么？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吧，比较的这个任劳任怨哈，或者说这个认真的做事情啊，这因为它是无形的。如果是土的话，那就是比较固执的，那水就容易被接纳，容易这个你说指挥也好，怎么样也好，就容易。生财嘛，水主智慧，主聪明嘛，那运是不错的。那以这个这2年来看，去年其实不算好啊。虽然这个肯定是光鲜亮丽的，这个估计参加什么节目了，怎么样都还可以的。但我自己讲啊，姑且听之嘛。因为20年是一个子午冲啊，而且有这个天干庚金克甲木啊，所以这个不利啊。就20年，你就算参加什么节目也好，参加什么有比赛吗？啊。他肯定是有遗憾的，不可能说是完全成功了，或者说这个达成心中的这个理想的目标了，这可能性不大。20年这点就差一些了，02年应该高考了结束了吧？这个没有写吗？高考如果去年高考那肯定就不行了，那今年的话还可以啊，今年辛丑年这个丑土啊，它能够治水，这相对来说好一些，当然能说特别好这个。反正比去年好一些，当然这个没法比较了。高考只有一次，啊，因为总不可能说去再赌一次吧，啊，因为今年高考会更加好吧？是去年吗？02年按正常来讲是去年是啊，不管了，这个这都没体现吗？好，来看一下，他是歌手，他因为时代少年团嘛，必然是歌手了啊。歌手的话合不合适呢？可以。因为任寅为金帛金啊，而且名字当中带有这个金，金主声音挺好啊，纳音就是为金的话，不错的，而且有午火，火代表传媒，也代表这种演艺界的啊，或者说表演啊，这个拍戏拍电视剧啊，也可以啊。你看这种经纪公司啊，演艺界的这个老板挑人，可能估计也是看过吧，一看哎可以啊，有木有火啊。木火旺相，挑过了吧？而且有文昌星，学习能力肯定强的啊，这没问题。
甲醇片一直以来都还好，所以它的这个潜力还是无限的啊，潜力比较大。它起点呢，你说它起步阶段呢会比较慢一点，为什么？比杰多嘛，你说起步很快，起点很高，可能相比较它的其他的团员，一共七名成员吧，应该是七，我记得是七名吧，少年团，啊，可能你说特在其中特别的拔尖，特别的啊 C 位几位，可能啊不至于，但是呢，啊这种潜力会大一些，啊花早开早落。这个潜力还可以啊，这个塔罗命盘呢，这是一张倒吊人。这倒吊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哎，遵循自己的原则，遵循自己的理念去做，不管外界的干扰啊，我就要去做啊，做自己喜欢的。当然，这种只是说这个，比如认定的事情会认真去做完成啊，这个比劫多嘛，毕竟还是有一些想法啊，水主智慧，这没问题。只不过这个长辈啊，领导可能会。就是说，指挥他或者命令的多一些，水嘛，当然是主流动嘛，啊，你要什么样的形态，啊，它有好的一面，可塑性比较高，啊，刚刚说了发展潜力比较大，但是呢，你说刚开始阶段呢就比较一般了，它有这个相啊，所以比如说二零年就不太好，那么前几年最好的应该是在18年吧，啊，这个。在百科上估计都是很好的啊，参加什么剧了？18年我认为是最好的啊，因为这个形成一个三合火局，可以。那么未来几年呢？22年壬寅年，明年可以啊。23年癸卯，接下去几年都不错，所以这个事业发展应该问题不大啊。那财为这个感情的话，我的恋爱的话，我估计也不会有哈啊。这个第一年龄也小，其次呢，这个可能也有这个公司的制度吧。短期之内，而且这个婚恋本身从这个来看的话，就不可能那么的早嘛。比杰克这个财啊，估计暂时也没这个想法啊，这个就不来多讲。事业来讲没问题的啊，今年还不算好啊，明年还是比较理想，因为寅亥合木，合进这个午火，这个必然长相是可以啊，发展是不错的，好吧，就大致的讲一下，希望他越来越好。他这个时代少年团，应该是能够走得比其他团员，因为我只看了，看了前3位吧，可能比另外2位要好一些啊，就是潜力吧，啊，就讲到这里啊，希望他好啊。